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偷看 B2G 进度。那现在我们在哪里呢？在我们家台湾的临时办公室，大家都非常努力的在工作着，至少在被镜头照到的时候都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面前这位是侃如，侃如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侃如。那我平常网络上用的 ID 就是 KANRU，念起来是侃如。那我现在在摩利达台湾。然后做的都是 B2G 的东西，那我目前大概做的都是比较 low level 的系统，那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，应该说介绍一下 B2G 最新的进度。是的，等一下刚忘了讲单身，然后女友约会，所以有兴趣者可以打荧幕上这支电话，对，打这个电话。OK， 好，好，那。好，今天跟大家 demo 两个东西。那第一个是 dialer， 那 dialer 就是打电话的界面。打电话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打电话了。好，所以那打电话这个东西，这个小程式到底要做什么用呢？就是它要有什么任务要肩负呢？好，那为了打电话呢，我们必须要跟 modem 沟通，所以呢，Gecko 会知道怎么跟 modem 沟通，它会把它变成一个 API，那上面的 Gaia 呢，就可以用这个 API 来做出打电话的这个界面。好，那就试试看吧。好，现在打电话。在他边打的同时呢，我也边顺便讲一下，如果你有参加我们之前有去参加过的活动啊，侃如有讲过说那个时候可以打出去，但是要立刻挂掉，因为没有声音嘛。这个礼拜我们有声音了，已经可以讲电话了。好，荧幕上这个电话请不要打哦，因为这是测试用的，不会有人接起来。出现了，哇，好开心哦！那其他东西能不能，这些东西都可以按吗？现在都是可以按的，哦，好，所以它整个都是用 JavaScript 做的，对，包括整个都是一个 HTML， 前端就一整个是一个网页这样子，没错，哇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好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是可以秀一下的？好，那接下来应该是跟广大的台湾使用者比较有关系，好，可以。这是由我们的小帅提，小帅提在坐在那边，假装没听到我的声音，都回头了。好，对，他做了一个输入法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语言要同时关在一个地方？好，可能要方便。在测试中，所以新年，我还是智慧型输入法呢，哈，快。乐耶！哇，献出去之后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因为现在还没做嘛。对，好 ，OK， 所以这个就是这礼拜的进度。对，那都是用 JavaScript 做的，哇，非常神奇。那如果大家对这个 project 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到Wiki 打 Mozilla.log B2G， 或是直接上网搜寻 B2G，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址。对，那如果你是在 YouTube 看这段影片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往下面卷一点点，看到 description 那边也有写网址，就可以直接点了。好，谢谢侃如。那我们以后大概每两个礼拜，如果有新的进度，我们就会拍过来给大家。如果大家还想要多看一下侃如呢，可以在下面按一个赞。对，那如果大家按了烂比较多的话，我们就换一个人拍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跟大家说个拜拜吧，拜拜。